加入一下那个 PSP 模拟器的那个怪物猎人 P3 啊，这个是 PSC 高清版的镜像，用的是 Play 的汉化繁体版本。因为 Play 汉化我觉得做的比较好一点。咱们先去找那个谁啊，他估计是要么在湖里头，要么在那个哪，要么在池子那块。两只都在。哎，两个就是不是特别容易啊。把这种小怪，反正还是，哎呦呦呦呦呦！换一下就很多线。哎呦，还是老跑来跑去的。啊，这真的蛮烦人的。那正好啊，剩下来一个。哎，他站在这个位置啊，他站的蛮好的。哎呦，哎呦，先吃个药吧。反正 P3 的话，就是这个吃个药吃半天啊，就是因为你还要在这个地方举一下手啊，就十分的尴尬。就我当时不愿意打怪物猎人，就是因为这个。就是你吃药嘛，你举个胳膊干嘛？我靠，你不觉得很蛋疼吗？就像黑暗魂之魂二一样，那个吃个瓶子特别慢，然后动作都特别的迟缓。
而且它有的时候这个操作有问题。哎，这边干趴了一个。在这儿等他就好了。哎呦，哎呦哎呦哎呦！天哪，终于开了个红刀。那么就继续回去打那个青铜兽。有的时候测一会认不出来啊，他这个是比较蛋疼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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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我就感觉后来万代做的那个《黑暗之魂二》啊，就有那个，然后做《怪物猎人》的参与了，真的就是这个主角好弱呀，就是弱爆了那种弱，太弱了的那种，就是弱鸡。
卖的已经不行了。好啦，视频就录到这儿了。